师 Liz。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升级， Sakura 在每一间分店都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消毒防护措施，以确保每位顾客能够安心放心健康的享受护理。第一，所有员工到达分行前都需要测量体温，确保没有发烧才能继续工作为顾客护理。所有员工也会经常使用消毒洗手液，确保个人卫生。第二，所有顾客到达分行，我们都会为顾客测量体温，如有发烧等症状，我们会建议顾客去看医生，回家休息，等到病情好转才做预约护理。所有顾客在做护理前也需要申报旅游和健康史，确保在这14天内都没有去过任何疫情严重的国家，如果有就不能做护理。我们也建议顾客在分行内勤用洗手液消毒洗手。我们也非常注重在分行的仪器设备消毒工作，增加清洁次数，确保顾客能够安心的使用。我们 Sakura 欢迎您的到访。